这道题目是很基本的考题哈，整体答对率相当的高。让我们关于地球系统的叙述选出两个正确的选项。那基本上地球系统包含岩石圈、水圈、气圈以外，另外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物圈。好，由这些成圈所组成，然后这一些地球系统每一个成圈会互相交互作用，然后有些物质会循环不已，比如说碳循环、水循环啊这一些啊。再来第三个，第二个是正确的哈。第三个，生态系统会受到地球环境变化影响，但是同一时间生态系统变化的时候也会影响平衡。好，这都是基本的概念。第四个是，相较于海水跟大气，板块运动的时间是很尺度很长、很慢的意思。哦，但是很慢不代表它不重要，所以这只是就不同的时空尺度来进行影响而已。最后一个，我们整个地球系统的主要能源来源是我们的太阳，这没有问题，从小就知道的知识。哦，所以题目难度很低。